毕业典礼的这个场地跟时间跟一个条件啊、哦，我们让我们感到非常的知足啊、哦，也让我们毕业所有的毕业生带来这首精彩的演出，热烈掌声！好，专心认真哦，啊、哦！不要再挥手了。你敢看是什么型号的？啊，看看多少感官吗？先来一段子女的合作。啊，所以你车顶这，你这今麦车顶对，你今麦多少是拢感官的吗？掌声好吗？接下来我们来展现不同乐器的打击喽。